好的，各位，欢迎回到 Battlefield 5，我是小 J。那我觉得我们很久没有给大家出这种我单人，然后即时第一人称即时的这种。先专心对付一下点的这种旁白影片。那刚好今天我们在玩我们来玩我们这次新加进来的这个限时模式，叫小队征服啊。可惜那个人在我们侧面，叫小队征服，然后用这次 Lightning Strike DLC 里面这个礼拜的新枪，Mass 44，那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新模式和这把新枪。那我个人，我们先说这把新枪，这把新枪给我的感觉是它有点卡在 G43 这种高伤慢射速的半自动步枪和。M1A1 卡宾或者是里恩菲尔德这种快射速伤害低的半自动步枪之间，那它并没有说比较像哪一把枪，它真的就是一个卡在他们中间的枪。它是一个四发击杀一个敌人，然后射速比 G43 要来得快的一把步枪，这是我对它的理解还有描述。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把枪有它的应该说有它的位置，就有些枪在 BF 里面你会觉得它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这把枪我个人是觉得有的，就它没有办法取代掉游戏里面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的某些枪，比方说 M1A1 卡宾，它没有办法取代掉 G43， 它还没有办法取代掉 STG44， 但是它绝对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它玩起来有它自己的这种乐趣，但它绝对不是一把我个人会觉得算是比较强的枪，它算是一把可以玩也好玩的枪而已。那我们先说它的缺点，它的缺点是弹夹量，它只有11发的弹夹，而且如果你没有像我一样把它升级成可以用弹夹重装的话，它的重装速度其实会有点慢，基本上跟那些所有用这个 Super Clip 的步枪重装速度都差不多。你必须要五发五发的装，如果你有打完，然后如果没有打到五发，你还必须一发一发的装，所以就更慢。那这是它的缺点，还有它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伤害相对于相等。弹药量的步枪来说偏低，比方说 G43 跟它的弹药量差不多，都是10发跟11发的差别而已。但是 G43 的伤害比它高，它 G43 是在任何距离3发击杀一名敌人。但这把枪是4发击杀一名敌人。这把 ZK383 冲锋枪也是这一次 Lightning Strike DLC 的这一把冲锋枪，就属于非常非常强的那种情况了。那我很可惜，当那一周的战情浪潮在进行的时候，我人不在台湾，我在香港，所以我没有解锁到那把枪。但是我看了很多影片，去对这把枪有些理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那把枪是属于一把非常强也非常好用的枪，基本上算是医疗枪里面目前算是最强的。Oh shit！ 哦，他死了，我差点被他碾过去。OK， 那我们接下来说 Mass 44它的优点，它的优点是，首先它的射速算是快的，而且四发击杀，然后这样快的射速算是不错的。但是它最最最突出的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这把枪的腰射非常的准，我很意外，就是这把枪的腰射比很多游戏里的冲锋枪都还要准，而冲锋枪是游戏里面目前腰射最准的枪，但这把枪的腰射真的是在另外一个层级上面的腰射。我觉得在今天的影片里面，希望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这把枪的腰射真的非常突出。那加上就配上这样好的腰射，再配上它的快射速，还有如果你能够升级到弹夹重装的话，这把枪是冲锋的半自动步枪里面就是比较合适的一把。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好过 M1A1 卡宾，但是应该说在最极限的近距离，它还没有好过 M1A1 卡宾。
这把这把冲锋枪真的很强，没有办法好过 M1M1 卡宾，但是它比 M1M1 卡宾好的地方就在于 M1M1 卡宾在打任何中或远距离的敌人的时候，它的伤害衰减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你几乎上基本上 M1M1 卡宾只能打近距离的敌人，但是这一把枪。它可以随时，就是你可以随时延长你的这个交战距离。它打中远距离敌人的时候，伤害也是非常的不错。唯一的问题，真的就是它的弹夹量偏小。我觉得这是我对它，基本上算是唯一的一个抱怨。如果它弹夹量能够高一点的话，它就绝对会成为一把非常非常强枪。它等于就会是一把，伤害更高的 M1A1 卡宾，而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组合。你有快射速，再加上高伤害，还有大的弹夹量，那就是完美的这个半自动步枪。OK， 所以这把枪我，好快！这把枪我个人是绝对推荐大家去解的，而且这次解这把枪的任务不是太困难。但是这把枪绝对不是一把游戏里面。叫做比较强的枪，它只是一把比较好玩可以玩的枪而已。好的，各位，那这一场我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把枪的我选择的升级路线。因为我用高倍镜，所以我一定会开快速瞄准。然后这边因为我想要弹夹，所以我直接下来升级它的腰射准度。但这把枪的腰射其实你不升级它准度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弹夹重装，那最后这两个我个人是觉得这把枪的后坐力不是很大，所以我就不减少它的垂直后坐力，而是去选择更快的这个子弹速度。这样子的话，当我用这把枪打远距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当然你们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别的升级方式，那这个是我目前个人比较喜欢的升级方式。 OK， 那在四号这一次的更新把这个铁拳给 nerf 了。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铁拳的伤害以前对坦克，其实真的有点太高了，所以这次 DICE 把铁拳伤害给 nerf 掉。我个人发现现在一个人要 solo 一台坦克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几乎是做不太到，除非你能够就非常精准的。这就是这把枪，它就算升级了快速子弹，它打远距离的时候子弹也飞的还是有点慢。不过好处是这把枪在任何距离似乎两枪爆头都能够击杀一名敌人，所以，还是有它的好，还是有它的好与坏的。OK，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这个小队征服模式。那首先这个模式它是现实的，就它不会永远存在在 BF 的游戏里面。我个人觉得蛮可惜的，但戴斯有说，如果大家对这个模式的反应足够好，他们会考虑把这个模式就是改成永久存在于 BF 里面的。但就目前来说，这个模式是现实的。那这个模式，我个人是觉得我算是蛮喜欢的。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八对八，两个小队对两个小队的这个模式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有战术性，但是，它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吃队友。如果你的队友表现不好的话，会玩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受。那我另外一点就是，我个人还蛮希望 DICE 能够新增个方式让。两个小队长之间可以沟通，不管是用语言还是能够，比方说新增个标点，像我们边按 Q 的这种标点，是让两边的小队长能够互相看到，或者是让两边的队员能够互相看到。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如果两个小队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沟通的话，他们的效果会差很多。先把修理的人收掉。我刚刚这边还有非常多人出现。我听到底下有人过来的声音。
哦，感谢队友。哦。Nice。OK。欸，上面还有人哦，他死掉了 ，nice， 非常好。像这一次，我们就算是遇到了非常非常好的队友，而当你有好的队友的时候，另外一边真的是会被碾压过去。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你遇到烂的队友，会是什么情况？那是非常非常难受。所以，这也是我在这段时间听。听我很多的观众就是给我发留言里面经常抱怨到的就是这个新模式特别特别的吃队友，那他们的体验有时候真的很糟糕，就是因为队友特别不给力。那我玩了这段时间，我个人也感受到这一点，就当你在玩这个模式的时候，队友很弱，真的会碾压。所以我觉得 DICE 在这方面真的还这个模式真的还有一些需要微调的一些东西。那至于详细是什么？我个人就是想到了一些，首先就是我说的两个小队之间要有办法沟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首先这个基本的分房机制一定要好，就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这个分房机制。然后另外我个人是觉得他未必就是需要分成两个小队，我自己觉得如果他能够做到就是八个人一个队，然后直接就是一队对一队这样子，就这所有这一边的八个人都在同一个这个小队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更有战略性，更能够有合作。那你可以看到，当这个模式被碾压的时候，结束的是非常非常快，因为三个点同时掉分，然后被杀掉也会掉分，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惨的。OK。总之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新的这个小队征服模式，还有新的这把 Mars 44， 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那不要忘记下面帮我留言分享，按喜欢。那今天的影片应该就到我这边，也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收看，也在这边提前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可能还有点早，但是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吧。那非常感谢你们大家这一整年来的支持。好，就大概到这边，我是小 J， 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